这里什么糖果都有，棒棒糖真奇妙，出题目要我讲。西瓜哥哥，今天棒棒糖要我们什么问题呢？今天呢，棒棒糖要我们的题目是：端午节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传统的活动要做，除了做香包，还有包粽子，还有呢中午把蛋立起来以外，还有哪一样活动是最主要的活动呢？一起来猜猜看是哪一个吧。第一个是提灯笼。第二个是划龙舟，第三个是赏月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就要请所有的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努力来想一想喽。小朋友别烦恼，慢慢想就猜到。
就是多到数不清。我是大肥猫，你是小花猫，我们一起喵喵喵喵喵。顽皮的猫喜欢喵喵喵喵喵喵喵。四脚弹钢琴，呼打翻小花瓶，穿过只会喵喵喵喵喵。我最爱吃喵喵，我爱睡觉喵喵，到处玩耍喵喵。美丽波斯猫，神奇暹罗猫，喜欢睡喵喵喵喵喵喵。乖乖的猫，总是喵喵喵喵喵喵喵。超级爱耍宝，爱玩躲猫猫，神经兮兮喵喵喵喵喵。我最爱家喵喵，我爱干净。真奇妙，出题目要我找。小朋友，你们都猜到了吗？提灯笼、划龙舟还有赏月，哪一个是端午节的活动呢？答案就是划龙舟。划龙舟是端午节除了吃粽子之外最主要的活动哦。在我们的传统节日当中呢，还有非常多丰富的活动，像是中秋节要赏月，元宵节呢要提灯笼哦。没错，那小朋友你还知道有什么节日要做什么活动吗？一起想一想咯。那我们下午见咯，拜拜。